刘先生先走。车桥开始了，出发了。行，好嘞，调啊，今天没到。大家好，我们这是在车桥正在进行中，前面是警车开道。这是我们奥斯萨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这个特警在往摩尔多瓦的这个边境在走的路上，估计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我们差不多能到边境。那个这边人特别多，那么警察都下来了，那个维持秩序。现在已经快到边境了，那么非常堵车，就是过去观察，路上全是车。这是我们的车队，我们车桥车队，车桥解锁。